今天的行程呢就去那个叫做兼鹿苑，现在开始进去的了。兼鹿苑对面呢就有一个城堡，现在我们首先去参观呢就是这个城堡先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入那个城门了。这个就叫做金泽城堡。大家影到嗰个咧就系兼鹿苑里边嘅环境啊！今天去参观这个蟹市场，我们不喜欢有食啊，我们待会吃一只蟹。这个不好吃，是这么远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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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唔多啊！好啦，呢个蟹片先，好啲，系，吸味就系。呢个蟹片先用教片放落去，系我哋拉出嚟咧，哦。金箔，我仔咧就揾住啲金箔。啊，大大杯金箔雪糕啦！我食啦，已经开始食，哇，咁都食？咁多金喎，入口即用噶，入口即用，我可以唔晒咯，個招牌食唔食得噶？得唔得？而家嚟到我食下金箔雪糕啦，睇下個招牌先。呢個飛嘅唔係呢個呢個喎，呢個有個魔鬼噶。魔鬼雪糕啊！可以食得。嗱，呢间咧就系金箔雪糕啊！头先咧已经买咗嚟食噶，好多人排队噶。这里就是金泽区的东茶屋古街，
埋咧就係嘅古建築物啦。有啲女士著曬嗰啲和服啊，可以咧。呢度周圍都係食肆嚟嘅啫，大多數係做咗食物。